迎接农历春节，2000万的刮刮乐才上市3天，各地陆续传出中大奖的消息。新竹就有一对情侣心一横，砸了3.6万买一整本，意外刮中了100万，让两个人直接原地爆哭。就彩券行老板表示，因为今年看到了2000万的刮刮乐跟去年相比，其实中奖几率更高了，因此让不少人抢在年前试手气。好，祝你中头奖！好，谢谢。快很准，锁定刮刮乐，毛起来刮！不少人抢在年前，小试身手。只是最近想要暂停一下工作，休息一下，再试试看。是好玩，不信心对不对？对对，反正好玩啊。等不及一夜暴富，就有人成功召唤财神。新竹一对情侣瞄准2000万刮刮乐，有些犹豫不决，最后心一横，砸了3.6万买整本，意外刮中100万，让两人直接原地爆哭。扣了20%的税后，丰厚年终提早入袋。100万就是69万多，买了六本的2000块的刮刮乐，增加好几倍。因为往年像就是发行2000块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多都超前部署去买，可是今年很多像我们这里就很多彩迷都会先预约。上市3天，感受到火热买气，跟去年相比，今年有2000万刮刮乐头奖多了2个，二奖200万增加1个，就连3奖100万也加码200个。买整本18张，中奖率大约落在28%，也有其他热门款，中奖率100%。头奖300万，最少要100块，这样，这个也是第二名，就是很多彩迷啊，过年期间啊，就是喜欢买回去送给客户啊。赶在春节前以小博大，就盼一元发财梦，提前沾沾喜气。记者云夏运城台北怎么懂？